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Gorse Time Piece GDC 4的小刚哦，哇，今天分享这一次，你光看这个表盒就觉得哇，非常独特哦，甚至那个表盒，你看前面这一边，好像那个青蛙啦，我们青蛙的那个皮哦，非常的有这个造型哦，那这个是 Frogman。那小刚曾经也在讲过，如果你是想找一款真正男人要戴的、可以戴的这种 G-Shock 啦，这个尽量可以看一些就不要像那种时尚的这种配备的，不要太过这一种好像玩具表这样的。那 Master of G 系列、G 大师系列这一种哦，非常的独特，因为功能也非常的多哦。那知道有这种是 Frogman 啊，你看啊，它这种什么 ISO 防水啦、这一种啦、电话连接啦等等等等啦哦，你会看到它这一种潜水的时间啊，甚至是这个涨潮退潮的这一种功能啊，通通都有，而且。Master of G 的系列其实里面非常多啦哦，你会看到有泥人啊、蛙人啊，或是这个就是 God Master 啦，这个 Frogman 啊，这些Mud Master 啦，这一些啦，就是海陆空等等的，都一定是有一款你会喜欢的啊。这一款非常的特别，它有非常多的第一哦。那第一什么？第一次推出，你甚至你看到这个表带哦，是稍微切了，就好像它向斜的哦。向左边，向右边斜一边的哦，那这个设计哦，也是在 Frogman 啊，这个蛙人哦，这个是非常的经典的设计啦。啊，这一款非常的多的第一哦，你看第一次推出这个限量版，第一次用了这个 Analog 的面盘，就是说有指针的面盘，不是完全是这一种这种怎么说电子的面盘的哦。然后再来第一次推出这种全。限量这一种颜色啊，这一个彩虹圈的这个配色啊，大家也知道劳力士也是非常火的这种彩虹圈啊。然后近这几年哦，卡西欧 G-Shock 哦也推出了这个好，在某一些款式上面呢、啊，其实也有这个彩虹的这一种限量，而且也非常的火热哦，这个款式也非常受到这个收藏家的喜欢呐、啊。这一只表，小刚想讲啊，每个人看，我相信抓上手啊，每个人都会喜欢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哦。所以这一只表，小刚一看到就觉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了。那一个非常的特别，你看整个面盘，表圈。甚至是那些玫瑰金的这个金属的按钮、旋入式的龙头，这些它都用了这一个很多彩色混合在一起哦。你看到它整只表，就是想把那一种彩虹的那一种，非常高调啊，你戴在手上识别度、回头率也非常的高哦。尤其是这个按钮玫瑰金，质感非常的好。还有就是那个旋入式的龙头啦，这个在 G-Shock 里面绝对是非常少见的哦，而且又用上了这个蓝宝石的这个防眩处理 ND Reflective Coating 的这一种设计哦，非常的独特。这只表就好像是，性能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G-Shock 啦，小刚想讲，于是面表壳的部分哦，刚。你会看到这个表壳的部分哦，它是用这一种，甚至在表壳它是用 carbon 的这种钛的，这个它是非常高轻量化，而且非常强悍的，这个非常耐用的，非常耐操的。它是你看哦，它没有这一种背盖，你是看不到它那一种螺丝哦，因为它是这种 carbon monoblock 的这一种一体式这一种这个壳的这个构造啦，其实它是。你这样看哦，你抓上手哦，你就觉得它是一个，价格非常昂贵，性能也非常强大的一款表，是确实是这样子哦。那这台表小刚也非常喜欢哦。性能方面哦，你看它有 dual time 哦，两地时间哦，你会看到在8点钟下方哦，它有 GMT 的功能，它叫 dual time 哦，可以看到两个时间，而且你可以连接电话，就是你的 Android 啦、Apple 这一些啦、苹果这些、安卓这种手机。可以就是做调整哦，有这个 APP apps 啦，是你可以做一个程序哦，哇，这些而且它是200米这种 ISO 认证的哦，哇，这个因为它是 divers 啊，主打这个这只表小刚是在这个 AWG Mid Valley 吉隆坡这边看到的，马来西亚我没有错是非常的限量这一款，所以当小刚看到就借来拍一下啦，因为真的不多看到有人在戴这一款表哦。哦、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，不论是手感甚至是这个质感来讲的话，甚至视觉感啊，都是我跟的是非常的喜欢，虽然小刚是买不起啊、哦、那你看戴上手哦，真的是
可以讲是真的是土豪的这一种 G-Shock 了，非常的漂亮，因为小钢，其实以前哦，这个 G-Shock 它这个Frog 这个 Frogman 哦，其实都非常的厉害，只不过比较少人买，因为价格它是这个电子面盘，它用了这个数字的。